我说你能不能待会儿？你说我能不待会儿干啥呀？一会儿时候咱俩一起。拉倒吧，我买了一刀大豆腐，一块五花肉。五花肉呢，还是给它清水糊喽，蘸蒜酱吃，配点新焖大米饭啊，那样吃着就不腻了，还香。你要空嘴吃啊，吃几块就完了。这块肉挺好，应该是老母猪。我看看这肉，正常。然后我买的排骨可是老母猪排骨，直接下锅就行了。这块姜。葱姜花椒吃下饭就行了。上火了买啥豆都挺好，哎，你这么一吃，等捡回来的洗嫩的时候，你再一吃，那就尿下了啊，那就这个银大酱的味道，烟雨蒙蒙啊，也赶上江南了。今天也算种一块稻地啊，合作种的，那个按照我的要求。就这片，这一个池子，栽的有点晚了，因为等我那有机肥，栽的有点晚了。看他们栽的早的都有点缓苗了，我那栽的晚的又是有点苗还趴趴地里头呢。卖五常大米的非常多啊，我们五常农户啊，还有一个不管种地的不种地的卖大米的非常多，有人也是卖这大米吧，我感觉对我也是个机会。开始我没卖，也是网友，个别网友就是说。希望我给他整点五常大米，他信着我了，所以从那开始整。整这几年就是说咋的呢？咱们心里知道哈，整的是纯正的五常大米。纯正的五常大米指的就是在五常优质产区种的那个大红箱二号，这是叫五常大米。其他别的大米呢，不行叫五常大米了。现在虽然也是五常种植的，但是不能这么叫了。因为他注这五常大米四个字注册成集体商标了，它有个执行标准的，就是说就是官方说法啊，但是也不排除它有的执行标准呢，英标地标都有，它不一定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啊。这年我整的，我感觉我挺用心整的，挑好地方给大家整这五常大米，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朋友质疑啊，假的。通过这种质疑呢，你说咋的？我还给我整的，也就是来回琢磨分析。我们就是属于业内人士啊，就是卖大米的，或者是五常，大部分朋友就种植户都知道的。有一种药叫拿地稳，拿地稳这几个字儿从字面上分析，它就是保证今年丰收了，丰收的稳丰收啊，叫拿地稳这种药，它是增产药，它是增产量非常高。但是对于稻花香二号这个品种它不适合，因为这个品种它不是说稻粒越成啊越好吃，反而呢是摊青了或者瘪一点，它香味更大，完口感更柔润。如果是这个米粒太成了，它就会稍微发硬，就更筋豆。还是有人喜欢吃更筋豆的，那真是就是这种更成的就更合适了。那有人吃稍微软一点的呢，软还筋豆的呢，就是不行打这种增产药了。都知道这个毛病，就是打这个药就是会影响口感，但是种植户说实在的，通过我来收大米啊，但是种植户都非常诚实啊，告诉我那这个打了那个打了，因为后期就不好收了，所以说我一整就断控了，就想找那个没打过这种增产药的，那后期就不好找了。但话说回来啊，就是即使打这个增产药了，但是这五常大米啊，在咱们全国哈，它这个相比较之下还是比较能胜出的。但是你要这么卖的话，没有自己的优势，我就一直琢磨想自己种，所以说只有自己种这个哈，完了之后能控制它，
什么时候收，就不让它太诚实就收，因为这样也是会减产的啊。完再就是那个都不打那些药了。后来我一狠心，我说这直接就都就尽量都不打吧，别的药也都不打了。完了这里头有打的什么呢，苗没栽地里，这拔地的时候下了一遍封闭药，管草的。正常这边我不想割呀，我兄弟说不行啊，今年去年长水冲了老些草籽了，你不割的话，你那鸭子稻苗没长长大了，草先长起来了，这鸭子还进不去，就跟稻苗一边高了，肯定是不行了。完了就这一遍药，下一遍他说这还想养点，哎呀，我说那就尽量别养，完我来给他保证产量，可能产量会降低，我就，但是这个品质会提高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还是想做出点自己的优势，如果今年这个就是说如果是有账算啊，我明年再多种点，明年做实验看有没有需要这种大米，但是咱们也办不下来那个什么有机认证啊。反复重申啊，就是苗没下地之前有被封闭药进去了，肥呢搁了一小半，剩下搁的有机肥，然后这回这些增产药就不用打了。还有那些管虫的，还有那些什么的都不用打了，因为我那个到时候鸭子就能下地了，不出意外的话啊，这塑料围栏网没买回来，买回来的话就那啥了，就圈上了，圈上稻苗够高了，哎，鸭子下地，剩下再次长出那个草，全用鸭子就吃了，挺好。完这个鸭粪呢，还能给这个稻苗一部分营养，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呢，挺好啊，烟雨雾蒙蒙。吓的，我的妈呀，这个瓦呀自己整吧，自己整完了之后省点钱，我对付整一下，焊个大梯子，焊个六米长的大梯子，折叠梯，但是往起立前我估计得费劲呢。咱们去烫肉好没好，先吃饭，王菲饿了，要不正常我就干完活今天视频又拍不上了，这么就先拍个视频。这屋里全漏，我是滴着水呢，朋友们。我们上楼上，把那地下的水都吸，整出去了。昨天也整，今天整，这两天连着下雨，看这屋都滴着的水，滴着的，满棚全漏，全是漏，像水帘洞一样。不整不行了，这活干不过来呀，雇人费劲的，没人敢上房啊。我呢能上，最开始人们说整的房盖前，我就是打样，我先上去，所以。这房盖还是棍儿不好雇，还有就是给太多钱咱也不认可，没有那些钱，完自己焊个梯子上去简单的再堵不堵吧。什么烂不咋烂，我找的又不大对劲儿，哎，瞅着他这姿势我就真不咋对劲儿，真的我上大市场里的排骨也是排骨吧，他那个要是狼骨肉它好吃，就是这五花肉，这狼骨肉，其实它也好吃。就是，妈呀，飞呀，啊，当当的呀，妈呀，这啥图啊？你看这皮，你们瞅这图的皮，能切到吗？能切到，切到，切到。我先尝一片，尝一片，不行，老公过去。嗯，不好用。这是什么品种？这酱油啊？这老酱，这老酱。这行，这酱油。这酱没有啊，这也少到。这个。对，这是金针蘑。哎呀，汤火了。啊？这是。酱的吗？不用，这是酱啊。这是酱，这么多了。这黄瓜呢？黄瓜全搁那吧，一会儿再说，一会儿再说。直接盛饭了啊！盛饭吧。这个肉，我先来一个挑薄点的，这玩意儿不行不行，就我这牙口都够呛，你王菲更够呛啊。这玩意儿可真是的，不然一会儿再放礼物。嗯，这个吃完，吃多少剩下，放点俱乐部。啊，有，
这样的啊？嗯呢。咋这么高啊？半小时。嚼一会儿是吧？嗯，吃不了啊。姜，这到时候有点热乎的，就不好了。哎，行，那这水冒一下好了。不行，这不知道怎么整吧。这怎么整？嗯，你这，我这还吃啊。奶盒最饱。嗯。非常有嚼劲儿，尝一口。啥玩意儿？没有肉菜了，我俩就今天干了，这雨下的。哎呀，这雨真是影响心情，怎么还啥都不能干了？啊，给点儿，给点儿。嗯，我还继续趁热我整两口。嗯，啊，看到了一点，但是还是挺深的。嗯，这茶不行。嗯，这个不便宜，也十块钱一。把成一样价。嗯。你说咋的？这瞅着挺，就是那个挺瘦肉挺多，我还买的。那你还行是嘞？我觉得，我这肉，就我觉得我刚说这肉是不是狼猪，我没好意思说。你说保证赖。你都不让我找你啊！我还跟他说呢，我说这个排骨要是长不出的，没事儿。那也行，排骨都是了，你那猪肉还能那啥？不一样的。两个摊位。啊，两个摊位啊。嗯，那个摊位人没敢看，而我想那块肉里面还有带卖的。你把你那屋店打开。我还没关呢。关了，把店打开。热不热？完，我说你能不能待会儿？热能不待会干啥呀？热不热？咱俩一起。拉倒吧，我刚在那还铺完，还没铺完呢。完了，给我拒绝了。这能干啥？你得有那屋床多得劲儿啊，是吧？大被子那给你们了、啊。不是你那屋不能插电热吗？谁现在还插电热呀？我说今天插上。插着。哎呀，你有千万种理由拒绝我，拒绝我，收留我，拉倒吧。收留我。自己有自己屋，你这跟咱这做啥呀？哎呀，那天跟他俩一起睡，睡好长时间，行，睡好长时间有点挤，行了，我说非得上那屋。那你说你非得上那屋吗？我还现给你整床，又给你整啥？整完之后想搬回去，搬不回去了，不要。